吴浩康婚前禁欲劈腿，堂妹话：呢个真系一个考验嚟嘅。吴浩康阿 Deep 早前就俾人影到佢背住女朋友 Sherman 当街揽住大波妹，感情即刻亮起红灯啊！Sherman 就话会好好处理噶啦，无谓多讲。咁唔知同样有遇过男朋友劈腿嘅堂妹又点睇呢？咦，呢、這个时候我系唔方便答任何嘢嘅，睇嚟系啦，咁样咯。咁系咯，始终佢哋两个人嘅事，佢哋自己处理翻啦。咁我就系咯，我就同大家讲新年快乐啦。你都有少少经验，即系劈腿嘅经验，我唔知喎，我唔知喎，你讲边个啊？都可以吓教翻先。冇啊，冇人劈腿喎，我嘅身边。个人嘅心得点样教啊？个人嘅心得啊，我谂因为佢有信天主嘅，我觉得天主会安排一条佢嘅路俾佢咯，即可能有时一啲嘢都系经验嚟嘅啫，咁样咯。不过有人就话 Deep 系受唔住冇婚前性行为先咁嘅咋喎。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，考验来的。大家明白了。